那生日快乐！哎，3岁喽！哇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不好看？真好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 Nora 的3岁生日蛋糕。给娜拉订的3岁生日蛋糕，Happy Birthday，3岁 Nora。是我。我买蛋糕的时候还让他加了所有的配方，因为幼儿园跟小朋友一起吃嘛，有的小朋友可能过敏啊之类的，就加上这个比较安全一点。然后这个蛋糕呢就送到幼儿园，然后今天上午吧，上午茶的时候老师就会安排小朋友们一起给 Nora 唱生日歌，然后过生日。一起分蛋糕吃。这蛋糕是拿到幼儿园吗？不是，我俩一起吃。这个是拿到幼儿园，小朋友们一起吃，是不是？是呀。喜不喜欢这蛋糕？好了，走吧，跟露娜拜拜了。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幼儿园。去幼儿园干什么？幼儿园吃蛋糕。啊，对。祝我生日快乐！对，娜娜生日快乐！走，我们去幼儿园。到幼儿园了，带上他的蛋糕。Morning, happy birthday. Morning, thank you. Come on, Nora. What do you got? You got a bit shy now. 已经把诺拉送到幼儿园了，然后今天带诺拉拉开那个幼儿园侧栏门的时候，就所有的老师和孩子齐刷刷的对诺拉说 Happy Birthday， 就还挺感动的。然后幼儿园呢照了一张我和诺拉的合照留念，然后真的感觉时间过得好快，感觉诺拉出生就还在前段时间，但已经3岁了，再有2年，再过2个生日，他就去小学了，就你开始念小学了，哇，真的是时间过得好快好快，真的现在想象一下 Nora 上小学的背个书包上小学的场景，哇就感觉好感动吧，就是可以看着 Nora 从一点刚出生，然后一点点长大，然后一点点经历他人生中所有的重要时刻，这感觉真的是蛮棒的。走了那儿啊！哎呀哎呀，下来吧，爸爸开门。这淘的，走喽！来，下来吧。光个脚，呵呵，怎么样？今天开心吗？嗯，开心。笑笑。生日蛋糕还好吃吗？嗯，好吃呀。哦。哎呀。找不到你们。他们给你唱生日歌了吗？嗯。你吹蜡烛了吗？嗯。哇，好棒啊！妈妈。妈妈。妈咪回来了。鞋呢？鞋脏了。鞋脏了，脱了。今天你快幸福了呢。啊，又给你买个蛋糕。对，因为咱不是在幼儿园过了一次吗？嗯。咱俩还单没单独给他过过，就过一次，打开，然后上去打开好吗？打开看一看。好，打开看一看吧。啊，肉松。肉松小小的一个就行了。嗯。因为他今天，因为他最近吃了好多蛋糕，周日周周。周今天吃了一个，嗯，然后周六要吃一个，周日要吃一个，所以对他生日再加上跟其他小朋友的生日，对，所以说他会有很多蛋糕吃。那你几岁了？嗯，3岁。3岁。对，3岁了。来，
小心了。啊，点一下是吧？嗯。来。这是坏的，这是坏的。我还没唱呢，等我梳头发梳好，好吧？好，对，拍照。嗯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, Nora! Yay! 连一串都没许，没许愿就许完了。吃完饭去遛露娜。对，还在下去。走了，妈妈等着我。好。小火车每周日下午1点到4点，上回来的害怕，不坐。今天坐了，我感觉是回国一趟见识了。慢慢懂，看得多了，就不害怕了。小时候看着旁边大物又动，然后呢，加上他的性格，他绝对觉得害怕。对，他是特别谨慎的性格。小火车就是人呐。对，小火车呢，现在看着火车在兴奋。啊，跟佳佳一块去坐好吗？在哪？走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火车来了，火车来了。等，火车来了。好了。Sweet, let's go now. 坐小火车喽。哇，上桥了，上桥了！哇，哇，在桥上还能相遇。坐完小火车又过来游乐场玩。哎呀，啊，可以啊，转这么多圈都没碰它。哎呀，慢点慢点慢点，感觉越转越快。哎呦，这真长大了这。你俩一起滑。这，你俩鸵鸟吗？啊！啊！这俩是鸵鸟。啊！啊！我在这边，我在这边。啊